刚刚带来的歌叫《Fade》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唱一首是在我们专辑里面的一首英文歌曲，然后它之前有收录在《雷打游戏》的主题曲，叫做《Colorful Waves》。然后它是一个蛮特别的公司，就是在好像我们在做创作的话，可以用英文歌跟全世界的玩家一样沟通。然后 Waves 这个游戏看起来是一群年轻人，好像青春的组的一个乐团，但他们里面有各自的青春的不安，或者说面对离别的一些事件。所以那时候在我们这样子的编制作的 Waves 这首歌里面，把这样的歌词写了进去，它其实跟守夜人也是有蛮有大的渊源的。大家有玩过雷亚游戏的，像是 Demo 或 Cycles 的朋友吗？可以看一下。哎呦喂，所以其实我们比较少来台中，然后能够来到台中认识，是比较少第一次啦。我们比较少来台中，我自己啦，我自己常常来，对不起，我有时候那个唱歌跟当钢琴手跟小时候有点混乱。对，我们守夜人是第一次来到台中，然后看到大家那么多人，其实有一点紧张，但也很开心。谢谢你们，就是在这个奇怪的时候给我们鼓励。对，是。好啊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唱这首《Colorful Waves》，它是属于守夜人的版本。好。